为了制止天启将军的野心，五行蚂蚁必须净化灵珠，获得五圣兽的力量。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赤火国的赤火凤，将军的爪牙正在等待他们。臭念念，天启将军，五行蚂蚁已经进入赤火国了。哼，手下败将，还敢来？消灭他们。遵命，天启将军。我们赤火国可是整个布兰星的能源中心。看，那是赤火塔吗？对，上面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。啊，赤火塔的火熄灭了。绝影赛车，我把它放在飞艇舱里了。太好了，幸亏赛车没事。干脆让火匆匆来开，我们就能再追回一次了。别吵了，开车。我的速度还用坐车？烈火流星，火匆匆，大家快上车。好，让他慢下。我只是开个玩笑。五星蚂蚁，这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哇，那是什么？快跑啊！我喜欢吃点心，但不要做别人的点心啊！加速啊，木吞吞！这已经是最快了。有办法了，看我急转弯。五行蚂蚁究竟在哪儿啊？羽毛吗？这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计划，现在感觉很不靠谱啊！不要急，直觉告诉我，我们很快就能遇到五星蚂蚁。说不定是躲起来了。在地球的时候，他们可是一见到本天才就逃啊！是吗？这么厉害？那当然，本天才，快跑啊！是五星蚂蚁呀，他们果然看到你就跑。天才达人就是我雷震震。老大，他是来追我们的。难不成五星蚂蚁别跑？五星蚂蚁别跑！这新车好酷，居然这么快！不是说什么车都没你快吗？可是我没想要加速的呀！天旋雷座，拜拜喽！烈火流星，王小霞，我懂得了的。吹不到。来吹我呀！笨蛋，住手！拜拜喽！好不经意啊！
选雷波。雷晨晨又要放电了。不用担心，启动飞行功能。逃不了了吧？系统怎么启动啊？按飞行按钮。那不是。我来对付他。那个是？不是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按钮，你再按下试试。那就试试看。弹出安全气囊吧，反而更高了。这个嘛，那又来了。坐下。啊！好麻烦你的什么破发明？这个车不错，下次我也坐一辆。不是。我检查一下，看来是控制程序出了一点小小问题。好了，再试一下。你个火葱葱，居然敢一个人追上来！看本天台好好收拾你！喂，雷震震！老大，还要收拾火葱葱吗？别想逃，五星蚂蚁！别想逃！匆匆，是上少赤火凤，你真的被封印了？我看见赤火塔熄灭了，光明将在黑暗中涅槃，火焰虽然熄灭，但火种仍在。我会指引你们来到赤火塔。出发！Yeah.
磨蹭什么啊，木吞吞？能源耗尽了。前面有个加能站，去那里补充火种源吧。你好，我们的车子没能源了，你看。不识字啊，滚开。你怎么这样说话？等一下。住手！谢谢你们。你没事吧？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是丑念念。又是丑念念！可恶！为什么火能村会变得这样乌烟瘴气呢？丑念念在火能工厂建起了大烟囱，还强迫村民替他工作。真可恶，好好的村子竟然被弄成这样。有村民曾经想反抗，不是被毒打就是囚禁起来。火能村原本人人都很有礼貌，可是现在，丑念念迫使你们工作，为了什么？自古以来，火能村就负责生产火源，并输送到布兰星的每一个角落。而丑念念来了之后，就强迫我们只为他生产火种源。我们一直在赶路，我没来得及吃饭。你们继续，当我不存在。太好了，我正愁飞电赛车能源不够呢。放下桥，我们走。火能工厂，就是说火种源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吗？走走走走。对不起嘛，我午饭没吃饱。我们快点出发吧。快走。是用火种源压缩的精华，每个精华能让邪能大炮发射三次。已经来了吗？太好了，五星蚂蚁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快点，我要更多的火种源。快点。一定是丑念念干的好事。即使爆炸也没那么大威力呀，怎么回事？快去看看。这大炮真不错。五行召唤，哈！这次你们谁也走不了。
火焰精华是什么？亚索的火种源，能量是通常的100倍。有了它，本天才就可以造出更厉害的武器了。博士，博士，博士！木吞吞，你怎么了？博士不好了，丑念念有一座好厉害的大炮，我们打不过他。丑念念，木吞吞，我从古籍中发现，五行使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，善加利用能够令力量得到巨大的提升。看你还能躲过这一发吗？哼，五行召唤！啊！你们来多少个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匆匆，博士说我可以帮助你使出厉害的招式打败虫念念。不需要，我不信赢不了他。木吞吞，别拖我后腿。火匆匆，我们必须合作。哼，就凭你们，看招。火匆匆，铃木召唤。再试一遍。铃木召唤。可恶，受死吧。怎么回事，大炮怎么没反应？怎么回事？火匆匆，烈火喷射。韩凡凡，又是你的郭发明。天才达人就是我雷震震，火焰精华我就收下了。原来是你们，可恶，快把火焰精华交出来。五行蚂蚁，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打败我。看招。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幸运了。耶、yeah! 匆匆赤火凤，前进的路上会充满艰辛，只有依靠同伴的帮助才会到达胜利的彼岸。我在赤火塔等你。火匆匆，你又感应到赤火凤了吗？我们走吧。好，五行蚂蚁为和平之火。